开始啊，哦，这几度，啊，一日饲几届啊来，哦，啊，若大尾鱼啊，伊就饲，哦，食较久，伊咧食慢慢啊，啊，若小尾鱼啊，啊，大部分我咧饲是拢，啊，十外只好食，唔敢食上济啊来，啊，看到这么汤，这么济鱼友来参加，啊，本人啊，感觉真欢喜，啊，人拢会当。啊！大家伫耍鱼的中间找到快乐，啊！伫耍鱼的中间啊，找到真好的朋友，啊！人生只有一届，啊！唔免计较真济，啊！多谢各位。非常感谢吼，咱的上理事长吼，啊，来甲咱讲很侪好的方式。来，为了时间的关系吼，咱过来邀请一位就好啦。有一位吼，我就。参加这个金鱼协会了后，我常常伫注意的吼，迄嘛是一个性格啊，前辈啊，嘛是咱陈辉荣老师来起来讲一下好无？